下午好，欢迎收看美国 Let's Talk 行业访谈局来到的第23集了。我是你们的主播 Christine Lu， 我是你们的主播 Joyce。 今天想访谈的一个贵宾，他可以用眼睛看透了你的身体的状况，可以判断你的那个身体有病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介绍给大家的。美球直播台致力打造的优秀品牌在线视频直播台，以丰富的内容、极致的观看体验、便捷的登录和分享方式，让线上观众可以容易接受。我们主要介绍各大企业、商家和服务行业的专长和特点，提升品牌知名度，让更多听众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与准确的资讯。智慧36行行业发展报告，从零售、交通、医疗、教育、餐饮、政务、民生等多个行业展示并解读深耕智慧36行的创新成果及行业智慧趋势。美球直播结合行业的特点和专长，一起共同打造有温度、有能量、有机会的平台，让众多的网友得到更真实知识与资讯。由 Christine Lu 和 Joyce Tu 为你准备 Let's Talk 行业访谈区，深入各行各业的探索他们的发展历程。敬请留意每周二下午3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守住我们的美球。我坐在我的身旁的，你看到他穿得这么帅的，就是我们的红墨大师 Master Dan。 耶，大家好。来 Master Dan， 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的这个红墨是有什么的要出奇的那个特点。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本身目前是世界国际的那一个认证红墨师。目前在马来西亚只有6位，我是其中一位吧。哇，太棒了。你入行这个红墨的这个市场行业有多久了？我看红墨其实看20年了。20年。对。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的朋友不了解什么叫红墨，看什么红墨。红墨让Master Dan看了可以知道你有或者是你的疾病，怎样可以确认你可以看到呢？对。OK， 红墨其实是看我们眼睛的那个红墨区，就是我们普通话叫眼珠。眼珠。这眼珠。眼珠上面呢，我们直接看是看不到，是因为它都是黑的。Okay， 不是黑跟白。对，白的是我们叫巩墨。对，巩墨啊，所以变成我们需要一盏灯，需要一个放大镜，然后照了之后，你的那个虹膜里面的那些 fiber， 那些纤维就会跑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得到。然后呢，这个胎记全部都在里面，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看的呢，就是你的遗传基因跟你目前的那个状况看吻合不吻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你的问题。只是用一个放大镜跟一个电筒，对，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出来。真的是有这样神奇吗？就好像以前当很多年前啊，那一个太后啊，要把脉，可以拿一长长的一根绳子线条就可以看到了，无所不有。对，他这个红膜的那个 technique skill 啊，就好像有给我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就好像也是我们的在美医界，有些人标的都是在这边，证明他的那个五官他的器官里面有问题。如果是在额头啊，在嘴唇这旁边呢、会标痘痘的部位，就是正视了他里面内脏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红膜也是有相关的。医师或者是牵连嘛，都有。它其实也是一个反应学，就好像我们脚底按摩，你去按的时候，一个人你的肾不大好啦，可能你的胃不大好啦，它是一个反应学。不过在红墨里面呢，它的准确度可以超过80多%，所以然后我还可以知道你是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上部下部，我们都能够知道，所以它能够分得很细，所以变成来讲，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告诉你。哎，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在哪一个部分？我还可以点给你看。是这样子。这是全部都是靠经验。经验累积。但你进入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对，差不多20年。20年。对。那这20年你是怎样去把这个行业？因为这个是比较冷门。冷门，对。对，是很冷。也没什么人做。对，也没有什么人做，也是没有什么人去了解这个红墨的一个。甚至有些人不知道。对。
其实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嘛，所以其实是从匈牙利传过，传出来，然后是已经百多两百年的历史，所以呢，在1980多年从美国再发扬出来，对，所以后期才会有人学，对，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真正学的人的那个历史还不很长，还不很长，不过这一个红墨学的历史是百多年了。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么多行业，你会选择这个红墨呢？是有点特别，有点特别，因为之前我不会的时候，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亲戚，他也是看红墨的，他比我早学，这样我就去给他看嘛，这蛮特别的，然后很多东西都很好奇，对，然后看了之后呢都很准，所以呢基本上我就想学，哎，我可以不可以学。那你觉得你的那一个所谓的准是它的那个八仙率是去到哪多少的八仙？可以80多以上，甚至可以到90多。只是拿那个放大镜跟那个电筒。对对。OK， 很好很好。有什么像你进入个行业，你有什么是推动你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可能是我妈妈，因为在1999年我妈妈去世。那时候是他辛苦了好一段日子，就是他心脏不好，心脏不好，然后那时候我还不会这些东西，所以呢就不懂怎样去帮他，所以看到他很辛苦，然后他过世的时候我就觉得需要学一点东西，可能可以帮助这些在痛苦的人。其实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当看到自己的亲人很痛苦的时候，尤其是在离别的时候，对对对，你完全是无助，你看到他只是想跟他，看到他痛又帮不到他，看到他哭也帮不到他，那一个感觉，那一个真的是很对很，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了之后，就提醒我自己，然后提醒我自己去一直去告诉人家，去避免这些问题，去避免它，而不是说要等到病来才来医治，那个会比较慢了，或者是已经。错失了你那个环境时地，环境时间，所以呢，基本上尽量去避免这些是问题发生，这样就不会连累到家人，因为一个人生病其实是连累整家人，整家人，对对对，进出医院啊，照顾啊，那些真的是有一个很辛苦，一家人都很忙，对对，为了一个老人家或者是有，所以不要麻烦到人家，照顾对身体。健康为重，周在你的这个事业上20年，这个红，我想请问一下，马斯达呢有没有遇到人生的？肯定会有，因为基本上没有这么顺利了，没有这么顺利。所以在20年那时候，10多年前呢，我都在沙劳越，在沙巴。对，那里之前呢，不是刚刚在沙巴沙巴回来啊？现在你啊？没有没有，是10多年，十多年。对，那时候因为 那一边呢就陆路啊交通都会比较稍微比这里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好，对，变成呢就自己要驾车，然后有时候可能要驾10多个小时从南到北，10多个小时，对对对对、啊、从古晋到米里的话，如果自己驾车最少要12个小时，对呢，他经过荒山野岭啊，高高低低啊，上上下下，然后那边驾车就有点像过山车的那一种，一直绕山走。对对对对，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就，不过也蛮好玩了，就当做游玩了，就当做游玩了。所以我坐那边坐10多年，然后因为可能奔波的太劳累，有一年我自己倒了，自己倒了。不是因为自己年轻了可以拼，对，但是拼也是要照顾自己，对对，就拼过头了，就自己倒了，自己倒了，我偶尔休息了差不多接近要2年，不能够做工，不能够做工，不能够做工，可以分享是什么？就是太过劳累导致上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告诉人家就尽量照顾自己的心脏，尽量照顾，因为我有经验过。经验过，因为当你劳累的时候，病毒啊什么都很容易侵犯你，只要一个伤风感冒就变成很大病，尤其是心脏啊，心脏是控制我们所有身体的，啊，眨眼睛啊那些神经啊动啊脚啊坐啊上厕所都是那个头脑跟那个心脏全部都是在控制的，对，所以幸好啦，幸好我给一个医生救了我。医生救了我，然后呢，我好回来，好回来之后，我就发誓说，
啊，尽量继续帮助人家，去远离这。对。对。然后你在这个两年的时间，你是病倒了，真的是在家里也是照顾自己。对，就原本都打算放弃的，原本打算放弃，不想再做了。不过基本上能够医好的话呢，是一个好事。上天给我多一个生命，然后呢，就是给我多一个任务，再坚持下去，再做下去，是这样子。直到现在的对，红墨大师，很好很好。像你在你的本身呐、啊，你的经历，你有什么计划在你的那个红墨这一边？我原本是打算要教，不过呢，在马来西亚呢。是需要根据马来西亚的政府的一些认证，所以变得我们会去那个商讨，跟政府商讨。对对对，你会开班啊，开班教更多的学生用以红墨来断症，其实这个都是蛮好。红墨断症，断症。不是断症，我们是红墨分析。红墨分析，分析，它是一个分析来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取代医生的那一些 machine X-ray 那一些之类。那是很标准的，就可以看到80%以上啊，你的身体。好，我们先静一静，好，稍微倒回来的时候，我们邀请马斯詹直接在我们这一边现场的研究。先进广告。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马斯丹，我是一名国际红墨协会认证的红墨师，拥有近20年的临床红墨检测经验，成功帮助了超过上10万人改善他们的健康问题。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我就能够透过你的眼睛看出你体内所遗传的兴趣和目前的健康状况，不需要电脑或者听筒，只需要一个放大镜和小电筒，就能发掘出你体内所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遗传是基因改不了，健康需要靠自己。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自己或者家人的健康状况，请你按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团队会尽快与你联络。谢谢。欢迎收看我们的美球直播，现在就要让马斯丹帮我们的 Joy Stone 主播去检验一下他的那个其实看眼睛是非常简单，就是一只这个小电筒，就是普通小电筒，然后一个放大镜，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呢随时都能够看得到。然后呢，其实在眼睛我们只需要10秒钟就能够看完整个身体，要10秒钟。所以呢为什么我的那个名言就是一眼透视你的健康，OK， 所以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我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好的 okay, 好的，就邀请麻烦马斯丹看纸就好了。OK， 很简单。所以呢以他的目前的他的身体呢，基本上就是说他的肚子就是靠右边，就是卵巢一带，有一点点轻微的不舒服，有点轻微的不舒服。有吗？应该那不是推了子宫吧，有点酸酸的。因为你这一个呢，就是你的两边的卵巢呢，有一边比较懒惰。不做工哈。对，不是不做工了，比较懒惰了，所以有时候做，有时候年龄来了是吗？应该是年纪关系。所以呢，就可能在月经方面可能不会是很好了。OK， 那是这样的问题。OK， 第二，还有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偶尔会觉得有点晕吗？晕啊，如果太累或者没有吃够东西就会晕哦。OK， 因为你有一点点轻微耳水不平。耳水不平啊？对，耳水不平是什么？耳水不平哦，耳水不平。所以就是说。就是说坐车你不能够坐尾巴对坐尾巴坐尾巴我就会晕了我就想要呕所以你有耳水不平的人所以你要知道厉害哦没有我真的没有跟人家讲过的真的我自己也不懂我只知道每次叫我因为我们就去远路我讲我千万不要坐后面的对我坐一定是坐前面的我自己都不懂我只是感觉坐后面会不舒服罢了对因为你原本就有所以如果说你要避免你要避免不要晕第一不要吃饱坐车
OK， 就是吃一点坐车没问题。你吃饱坐车你啊，你吃饱坐车你一定会晕，是因为你的胃它会反，对，它会反，所以它会反酸，我们叫胃酸嘛。所以你一反酸的时候它就来了，是这样的问题。然后你的胃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差一点，你的胃有点比较差。来，我再可以跟你看的，OK， 很紧张哎。啊，你看 ，OK。OK， 还有呢，有时候啊，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记的东西，忘记做，或者是记的东西做错，这个是失常了。OK， 所以它会有这个我们叫交叉性的问题哦，它会有就是说，左手拿锁匙，右手一直在找锁匙，这样子。我每天拿到电话是一直问我儿子，我电话在哪里？OK， 他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因为他的右脑呢有一点点曾经中了 virus， 在右脑也曾经中了 virus， 所以你右眼呢，你去验眼的话，这应该是我的右眼中 virus 的比较多。也很难说，就是右边嘛，所以你的右眼会比较蒙，或者是你去检查它那个毒素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这个右眼呢，以前很小的时候哦，拿那个盲金油来玩啊，盲金油嘛。弄到眼睛很肿，所以就会很弱了。所以它有伤到你的右脑。这时候你就知道，因为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弄到的，所以我的这边的近视会比较高。对，所以它就会导致你这样的那个记忆的问题。所以你要去训练它，这样的话你的记忆力才会好回来。不然的话，真的是以后去 supermarket 要写下来。我现在已经有写了。你没有写下来，真的是你会买去十个，回来才五个。我也是做蛋糕，真的。你讲这个，我 MCO 说 order 豆子来我家是真的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会导致你这里会可能比较容易偏头痛。不用每天跟你讲，我就是一直偏头痛哦。对，偏头痛，所以就是因为是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耳朵呢，太厉害了，是哦，就差个一下子不了嘞。这可以讲到你这样多秘密出来。这个啊，我真的刚才 before 的时候，他只看 Christine 罢了，我这边呢是没有看过的，是打算在直播分享，直接分享他的 power。对对对所以你听东西这一个也比较差一点，都会比较差。这样严重啊，因为那个感染呢。对对。很严重啊！我那时候真的想说很严重。还有，等下如果说等他走出去的时候，对不对？你要看他的肩膀，他有一个高一个低。对，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知道的。OK 因为他的肠有一边已经下垂了。这一边比较高，所以这边应该会比较低，这边应该会比较高。对对对，我那天去做徒手还是跟我讲。对，因为你这一个肠，所以你这个左肠呢有一点小问题。厉害嘞你，我这个太棒了，我是上，我是前几天才知道啊，就是某这个，前几天我才知道不了我们这一边的访谈。对对对，我们这边访谈的那个徒手。对。我才自己本身才知道不了哎，然后今天那这我也没有讲过，还没有跟 Christine 讲。我也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的。真的。所以他这个肠呢，因为你这一肠其实已经有人压到了，对对对有压到了，所以呢，你要把你的肠慢慢推回去。推肠都可以推啊。对，可以的，可以的。叫徒手他们会慢慢帮你弄。对对对，就是徒手跟我。不然的话，你这一只脚会有问题。麻痹哦。啊，左脚。对，我每天跟你讲，麻痹也不要。连续这么多个直播，因为我们做直播的时候，连续他也是呱呱叫了的。如果是连续有三集啊、四集啊，他这样哦，别大喊了，麻痹哦。所以因为你的肠其实已经有点扁掉了，有点扁掉，对，它会沉。太厉害了，只是看那个眼睛都可以知道那个肠扁，或者是高低，还有这个眼睛，胃哦，对，太棒太棒，这个真的是未来趋向的一个行业中会爆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而且很多人都不懂有这个行业，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听过，有听过但是不懂是什么。今天我自己现场体验过后，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还有什么毛病吗？没有，我们可以直接讲的。对对对，接下来来讲呢，他也是也比较直的人，比较直人，不过偶尔会有点皮。对对，事情脾气就比较对，比较难搞一点。那当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不睬他了。对事情啊，执着，然后叫他去吃东西，吃了东西我们再谈。因为你的直比他还要直。我是没有遮掩的，没有穿帘布的，是 highway 的。对对对，所以变成是一个脾气。对啊，变成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要改了。不过不好。好处是什么？坦白了，不美就不美了，不讲不美就不会骗你了，很直的，很直的，我不讲骗话，是不是的？可以就可以的，对，他会讲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找一个老公的话，对不对？啊、你就要找不可以太直的了。啊，我那老公，我老公不会太直。啊，你太直的话，就每天冷嘎，对，冷嘎吵架。眼睛也是可以看到哦。可以的，因为包血根是吗？还是连性格都看得到？是包血根，真厉害哦。其实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小孩子啊、哦嗯，所以我就会告诉爸爸妈妈们，这个小孩子吃吃软不吃硬的、哦，这个小孩子就这样好跟他们沟通、哦，你就懂得怎样去代沟，怎样去处理他、嗯对对对，就变成了你就不会去跟他硬碰。对对对。所以小孩子不是叛逆，只是你不懂他的性格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刺软还是刺硬、啊嗯、这个也是很重要哎，一定要知道。所以其实眼睛就可以看得到两个人磨的能够不能够磨合、嗯、其实眼睛都看得到。这么厉害。厉害哦，还有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身体的问题、嗯、除了身体的问题，你遗传基因、嗯、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知道。然后如果说我能够看到爸爸跟妈妈，我就能够知道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嗯，因为它是一个基因遗传。对，基因遗传。然后呢性格是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啊、只是那个是小卖点，小卖点。好像我脾气也给有很多人呢看来看我了之后、嗯、他们就好像算命的那一种，其实我们不是在算命，对，只是把你本身的那个整个带出来，对，整个身体，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跟你的身体是离不开的，对，离不开的、嗯，所以如果说你的身体是不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你要去改掉，嗯、你不改掉以后就变成一个病，就是变成一个症状，嗯，啊，当你有症状了，你就要看医生，就不是看我了，嗯。你只是告诉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对对，所以是一个预防医学。嗯、好像我刚才就到马斯丹哦，他帮我看一看我的眼，眼那个红啊，他一讲的话哦，讲真的，我承认了，我也是很坦白的人。对对咯，那个胃啊，那个胃胀风或者是紧张的时候，用到那个胃会胀风，会很不舒服，嗯、甚至会打咳啊，怎样啊，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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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抽筋。啊，这个真的是我很少跟外面的，就是我很赞同，也是很认可你。如果你可以成功啊，马斯丹可以成功开班，那我相信很多学生对都是要可以教好他们。除了可以看到病症、性格，对啊，你可以跟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会比较。可能很多父母现在要找马斯丹来看他的孩子，对，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是。不懂怎么跟孩子沟通吧，我们孩子可能有些比较硬，可有些人声音怎样，所以经过这一个这样子的虹膜测试哦，可能父母会更好的跟孩子的关系，亲子关系比较容易沟通，因为至少你懂了，你懂了，你这个孩子是吃软不吃硬的。对、嗯。不过呢，你可以用哄，不可以用骗。嗯。啊，你用骗他会记吧？对对对对，现在小孩子骗骗。所以你用哄，你哄，不过你要做到。对。你要做到，你不要去骗他就好了。嗯，对，小孩子呢基本上是要用培养，对，要培养，所以你不会用硬的，你跟我做，你不要理、嗯、你不要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够的，现在小孩子不行。对对对，以前就是点嘛，不会问，不给问。对对，一二三，所以不是以前的教法了、嗯、不是，对对对，所以现在我们用沟通方式、嗯、所以呢现在小孩子其实你有跟他沟通他会很好带，对，然后第二呢他的那一个 EQ IQ 这些都会比较很讲的很圆滑，他很会用、嗯、对对对，我亲子的也是啦哈，像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看学、嗯、人的一个眼膜，小孩子老的中年的或者是我们这样年轻的一个、嗯、年龄，只是可以玩一个哦，可以主办一个亲子的然后邀请你，然后邀请那些观众的爸爸妈妈带孩子来啊，我们会玩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啦、啊。但是亲子活动，现在的疫情会比较紧张，我们十点，我们会安排、嗯，到时候我们在美球直播，我就欢迎大家所有的观众们，如果是有对这个虹膜跟亲子关系想了解更多，可能会加上很多的我们的美球直播的之前的那些嘉宾，对啊，他们有他们的什么专业，我们就可以开一个一个小小的聚会。嗯，但是 after 啦， after 疫情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然后马斯丹，我想问你，其实虹膜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中方的那一边的？是西方的，西方，所以不是中医，所以我们不是中医、嗯、我们是跟西方理论，不过我们不是西医，所以我们没有用药，
我们没有样，我们是用自然疗法。所以你看到他的问题，你是怎样去建议？我要怎么做？对，就是自然疗法。所以你第一，你要先改你的生活方式，你应该吃什么，你不应该吃什么。好像他的这个，当然就是那些尖尖杂杂，那些比较刺激性的呢，他最爱，他就要减少，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头痛。哦，就是不要吃这么油腻的东西，对，就是特别是煎炸比较热气的，你要减少，是因为你这一个头已经缺氧了，所以如果说你再热气呢，当我们身体一热气就膨胀，就会肿胀，然后就血就上不到，氧就上不到，这样你就会很辛苦，特别是你要再寄东西，你会更辛苦。对，特别要寄东西，你就会头痛了，看到吗？所以你就要减少。OK， 然后呢，就还有这一个你的卵巢这一边，你就要减少生冷。OK， 就是说那些白菜啦、包菜啦，然后那些好像腌制的东西啦、隔夜的食物啦，对啊，尽量不要了，因为你这一个呢，迟早会找你问题的。对呀、哦，对呀、哦。所以你可能每一两年都要去照一照，然后再照，只要医生讲哎没事就好，因为安心一点哦。因为我们看得到的话，可能要到了十年或者八年或者甚至十二年才照得到。就好像啊 ，Joy 这样子给你看了啦，你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啊？是会跟他可以比较解决的是啊，或者是哦 ，OK，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要先跟他下火。降火，我太火了，油炸太多。他的火，拱火，好火，很火，脾气又火，头脑又火。是下火，下火通常我会用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产品。OK， 这个是 Happy Diva， 对，最主要是把他的身体的热气呢，转成我们叫转成水。OK， 当天气很热嘛，天气很热，他一定要下雨。对吗？这个是原理。是为什么它要下雨呢？因为天气很热，它的水蒸气上去了就变重了，它就下雨。不过我们身体不会下雨嘛，对，所以不过你身体很重嘛，你就会头痛哦。所以我就要把你的风转成水，就给你尿尿。所以喝了这一个呢，对，你就会尿尿，你尿尿了你头就好了。我要去降火。这个产品是来自你的自己的本身的啊，对，是我们的 formula，然后也是因为我们这二十年来研究了整个亚洲人，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本地人的问题，然后呢出的一个 formula。大多数的人呐、对，针对性的，针对性，大多数的人都是有这个上火，对，它效果很快，就是一两天你就感觉得到了。这样马斯特，我问你哦，其实你这进入了这个红墨的这个行业这样久，你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当顾客说：“哎，马斯特，我好了。”最主要帮助到别人、我的问题好了。有的人他可能看了医生，又中医又西医，又这个又那个，可能还有的还可能去拜神这个那个OK， 走了一大圈然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然后就照他的那个方法去做，然后可能有的不到一个礼拜我好了。其实有时候不是稀奇，问题是没有对症下药。对，所以当你对症下药其实很快，就好像最近罢了，最近有一个女的哈、我们先进一进广告先、广告再回来告诉你们，守住我们的美秋直播啊，可以。进一进广告。欢迎守住我们的美球直播。刚才我就问到马瑟丹娜、在这个看红魔的这些日子这样长、给他最开心跟得到的、成就感，就是当顾客就是感觉好了，就好像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啦，就是一个女的，她走了一大圈就看了很多个医生，然后她的声音就出不来。其实他的问题就是他的声音出不来，对，出不来，所以他就找了，然后还跑去看了耳鼻喉啊之类的。OK， 都看完了，说的，所以他就朋友就介绍他来，那这样他讲，你去试试看吧，你就试试看吧。然后他讲就，反正试了这么多，就不得试多一次了、所以他就来了之后呢，我就看了，他还带着 mask，他讲。
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还带做 massage 怎么看得到？对，所以你不了解吗？ Okay, 对不了解吗？所以我就看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小问题，也是小问题。OK，他是全身在发炎。全身在发炎，所以发炎到他的整个身体的水分没有了，干了，所以他喉咙没有办法有声音出来，就是四声。对，对，所以呢，就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没有声音了，吃什么凉啊都吃不到。OK， 然后我就给他我们的这个 Happy Liver， OK， 然后多一个就是给他的胃的，因为他胃的风很大，所以我就给他一个胃的。OK， 就这两个东西，两天罢了。他讲我声音好了，完全是可以出完原本的 normal 的声音出来，两天罢了。所以呢，就他很开心。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说骄傲，是我很希望说顾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这样他们才会有信心。因为现在的人有一点没有耐性，所以如果说你跟他讲要吃了两个礼拜才会好。很多人就还不到两个礼拜，他就不吃了。了 对, 对，是这样的问题。正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是真的要对症下药，然后呢就要很准确，然后呢就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时间是真的很短。除了这个是深的呢，还有什么多讲多几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很多，因为好像有的顾客跟我已经有见二十年了，对对我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庭顾问了。OK， 就好像爸爸发烧就打给我，孩子泻肚子就打给我。OK， 所以他们都会 WhatsApp 我，会 message 我。所以呢，我就会告诉他，你现在家里有什么，你赶快去拿这个给他吃，或者拿那个给他吃。OK， 所以呢，变成来讲呢，他们都一直跟着我，所以跟了我十多二十年的很多。对啊、有的甚至胃呢。胃呢，其实胃病也是蛮多人都是有这一种，对对对对，特别是 MCO， 我在 MCO 呢就解决了实在太多胃的问题。可以给我们观众了解一下吗？ OK， 胃呢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们胃呢就是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它。对 OK， 你不吃也要经过它， 你有吃也要经过它。OK， 所以好的坏的也要经过它。对，所以呢变成胃呢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不懂得吃。OK， 所以就乱吃，所以变成就好吃就吃，然后不好吃就不要吃，然后不该吃的时候又吃很多。OK， 所以呢导致你胃酸倒流啦，胃胀风、胃气啊、胃溃疡之类的，还有抽筋啊。对对对对，胃抽筋。所以我们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产品叫胃王，这个胃王是全天然的，它里面有胶苏，有小苦瓜。OK， 有一个那个氨基酸，放松你的那个胃的那个筋 muscle， 然后它还能够修复你的胃膜，让你的胃膜好回来，就能够预防那个螺旋菌。OK， 所以呢，这个很简单，就是吃饱后你打开倒在嘴巴，就这样当糖纸这样吃。Okay, 每一天，好像一粒粒糖果这样子的。它是粉末，粉末，所以你就当糖纸这样慢慢吞下去。OK。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就好了，很快。这是有胃痛的时候需要，还是每一天平时都可以吃的？就是当 supplement 这样子。对，如果是有抽根，你也是可以马上吃。对，因为你的胃效果快吗？效果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啊。治疗过后抽筋的话，或者是胃痛的话，都可以。都可以，就好像就拜六嘛，星期六有礼拜天我做 live， 我的 live 是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有。OK， 所以有一个顾客就礼拜天刚好他就肚子饿，跑去泡了三包的那一个麦片，那种鸡肉麦片嘛，用三包，因为很饿嘛，哇，吃了胀到很辛苦，因为三包嘛，太多了，三包你进去胃可能变六包了，然后变六包了，对不对？所以他胀得很辛苦，我就赶快跟他讲，你家有胃王吗？他讲有，你就拿两包，慢点慢慢他吃下去，不到一小时就好了。所以这个也可以当做预防，其实也是帮到。对，所以知道在胃痛的时候，或者是胃吃乌筋的时候，真的你是在那个床那边，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对对，你要去上厕所，你都要这样子。对，在 MCO 呢，这胃的问题实在太多，我差不多每一天接到的那一个 WhatsApp 啊，这些疑问啊，都是关于胃的，都是关于胃。所以我们的胃王呢，在 MCO 卖断了两次。卖断了两次。对，因为一直不够，一直不够，所以到现在呢，第三次的还是有点不够，所以变得一直在生产。好啊，其实那个胃哦，胃辛苦痛的时候，除了胃之外啦，好像心脏。
啊，心脏来讲呢，就看到其实心脏好像刚才我跟你讲了，就心脏弱的人呢，就要懂得自己，你可以运动，不过不要太激烈，适量啊。就好像如果说你已经六个月没有运动了，你就不好说忽然间去跑啊，对，跳 aerobic 啊，就不好，等下可能就倒下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真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的暗病，我们叫暗病。所以呢，从虹膜你可以看到你的暗病，所以至少你懂了，你有暗病，哎，我就避免啊，你去避免就没有事啊，啊，就好像我每次常常教人家冲凉要从脚冲起。这个是很多人不懂的，哇哦，从脚，对，从头啊，不可以，你从头冲起，很多人在冲凉房中风，对，就是这个原因，对，有很多那些新闻啊，甚至在身边的朋友，对，都是在冲凉的时候中风倒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那个方法，就是从脚冲起，不管几点，不管什么水，烧水、冷水都没问题，只要你记得从脚冲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身体是热的嘛，我们身体是38度以上。是热的嘛，所以你一冲水的时候呢，你的脑会忽然间收缩，会缺氧。如果是在头，对，对，就会缺氧。所以你刚好有血压高的人呢，就可能会昏过去，看到吗？所以如果说你从脚冲起的话，对不对？你会散那个热。然后我们这个是天庭，这个是我们的烟筒，所以你的热就会出去。所以你冲脚的时候，你肚子是烧的。当你冲你肚子的时候呢，你肩膀是烧的。当你冲你肩膀的时候，你的头是烧的，你就要等这个烧出了，这个可能30秒过才来冲头，这样你就没事，这样你也不容易头痛，不然呢，冲凉会头痛，就是这样的原因。我还叫孩子洗头先，原来冲凉这样多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技巧跟巧妙，我们可以姿势啊，可以在脚冲起。真的是一冲动，一冲凉就是开水就上面来了，上面来了，所以就是很多嘛，就很多在冲凉房晕倒、跌倒，对，这个是中风，或者是就不省人事，对，还有呢，还有你在你的这个看红墨，你可以还有帮到什么疾病的人，或者是可以预防的呢？除了胃啊、心脏，就好像心脏咯，贫血咯，预防血压，预防糖尿。我在他的 Facebook 也是看到有一个子宫的女人病。女人病来讲呢，基本上差不多10个女人8个有，10个女人8个有。所以女人病其实很普遍，特别是现代的女人，现代女人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冲凉来月经不能够洗头嘛，现在的没人不理，没人理了，其实是不可以的。对，真的是不可以。来月经的第一天还是那几天？其实我们的妈妈也是有讲了，4天。对，至少妈妈有讲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哎呦，那你可以哦。因为冲凉来月经冲凉洗头的人，到最后都是子宫瘤。他不是头风哦，他不是头风，所以不是头痛头风，他是会长瘤。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来月经，其实你在作业，你是最寒最凉的时候。OK， 所以当你冲头的时候，对不对？你的血液全部会积在你的子宫，也刚好你在来月经，这样你的血块就不会出来。你就不敢洗头流，这个是只是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耶，我回去跟我孩子开会了。我也是，因为我教孩子不知道啊，就是先我叫他先洗头才洗身体，原来是要先从洗脚先，才最后洗头，就能够预防头痛，预防很多疾病啦，就是预防中风很重要，特别是有一点年龄的人，就一定要预防中风。对，今天是上了一个很棒的课程。因为其实我们啊都没有听有知道不可以洗头，但是没有知道这么严重，也没有人讲啊。可能那些老人家不要洗头啊，不要这样一冲凉啊。原因对，今天就知道那个原来原因是在哪里。对，不要还有太夜冲凉啊，不要这样夜冲凉，但是不要这样夜冲凉不了啊，但是不懂什么。以前对上一代的人呢，上一代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们会很照顾的他们会很照顾，然后只是给你们知道，但是不懂那个原因。原因怎么讲给你听？原因我原来是这样子的，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其实以前的老人家都会教，不过呢，他没有告诉你他的原因。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代教一代，一代教一代，不过没有告诉原因，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因为我们就觉得，哎呀，应该是。
他应该是小问题啦，可能怕我们头风还是什么啊？其实不是，对，就好像流汗流得很热，不可以去冲凉一样的原理啦。好像我们的节目也是要到尾声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恩你今天真的是让我们上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课程，可以分享给观众给所有的人，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然后我想，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我就想透过马斯丹可以为大家鼓励一下，给一点鼓励的人生的语言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基本上目前 MCO。虽然是对大家都会有点困难，不过呢，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因为呢，过了这个疫情，它会有更好的日子好过，春天就来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在等着春天。对，所以基本上呢是只要受苦一阵子，我们不会受苦一辈子。我们坚持。对，所以呢，这个疫情呢，也其实帮助了很多那一些小型企业，也帮助了那些家庭。他们做蛋糕来卖啊，做这个来卖，然后就透过直播，然后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个家庭。然后呢，基本上其实我们如果说往好的一方面去看的话呢，这个疫情是好的，是好的，只是在出门啊，你要自己要小心，自己要做买自己的 SOP， 做防护措施，对，这样子。所有的观众，如果你们对这个马斯丹的红魔这个话题，或者是你有兴趣的啊，想拜他为师的，你们可以怎样去联络你呢？可以在我的 Facebook，OK，或者是我的 Facebook 是马斯丹，你可以找马斯丹红魔大师就会找到了。然后呢，你们如果说要来见我的话呢，可以 appointment 先预约， okay， 先预约，因为马斯丹很忙的，也要先预约比较好。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我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有直播就是讲那个健康的那一些直播知识，对，所以一定要分享，大家可以来一起分享，分享一下，一定要关注 Master Dan 的直播，他会分享很多。还有我们的美球直播，对对对对对。当然呢，下线过后呢 ，Master Dan 的那一些Facebook link 啊，或者是电话号码，我们全部都会放在我们的美球直播的那个 Apple 主页page 那一边的 Facebook page 那一边的。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是到此为止啦，我们下回见，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